休息一下。欧楚轩，你出拳还是没有力，一定要多加练习，把力气提上来。师傅，我来了，我给你带了两瓶好酒。难得有你这份孝心，啊，坐下吧。下面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48个动作的规范动作，你们要多加练习，把力道打出来，动作一定要规范。破高拳，双凤眼手；破传拳，双点一手；破冲天炮，双无极手；破欧阳拳，双太极手。看明白了吗？以后多练习几遍，我出去一下。摆、勾、边、跳。师傅，我来了。咦，子琪，师傅呢？师傅在楼上睡觉，睡得死沉死沉的，谁都叫不醒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师傅在睡觉，我先进去。